我个人觉得，到目前研究的结果，我们是认为还是需要做的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实体银行未来年轻人怎么可能去？其实有个开始比没有好了哈，但是还是在开始的状态。这个中国电信也可以找嘛，我们也可以找。我现在是第一个先找第一呢，第一个先，我也跟第一呢董总讲说你们研究啊，我们看要怎么样来做，他们也去研究。那因为它有51%哈，那51%到底要怎么分配，我不知道。你像另外一个好像 Line， 它是每一家都找4%、4.5%，要找十几家啊，那也是一个模式。那我们到底要找怎么样？以后大家再谈一下，有兴趣，说不定你现在找他们研究的结果，后来会没兴趣也说不定。我们现在是先研究这个准老银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跟现有的银行的实体银行中间要怎么区隔，怎么合作啊？然后大概这种方面，然后跟他们非银行的人进来，中间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？大概目前大概只是在规划这种东西，没有定案。我想这个前几年要赚钱是很困难，但是这个必须做。